你胡说些什么？陈飞，我的意思是，你们三个真搞笑，不老能伺候齐柳吧？飞儿，今天是沈氏集团最重要的日子，你再胡闹，就别怪我不认你这个女儿。你什么时候认过我这个女儿？在你们眼里，你就是一个小女儿吗？沈清飞。不要因为被人甩出来这里发错，你们看看什么场合？我看脑子清楚状况的是你们。王秘书，你来告诉我。什么？对，是我。我可以为了娘子跟你们谢谢。姐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不应该强求婚礼的。什么？你杀不了的，姐，你现在把声音给我了。梅儿，妈之前忽略了你，还是爱你的，你千万不能将妈赶走。沈凌云，你自小就是如此。只要是我想要的东西，你都会想方设法的夺走。你现在跟我装什么驴子样？啊？你不会要告诉我这一切都是邱云生骗你？爸，我们两个同样都是沈家的女儿，凭什么沈凌云背上追捧？我呢？您说您爱我，可我从来没有感觉到。我从小到大感受到的是只有您的责备。方晴啊，你有什么资格说爱我？你有什么资格我爸？还有你，说要给我一个完整婚礼的人是你。在我的婚礼上和我亲热脸套笑话的人也是你。你的脸也是那些，你为什么记得仇到我的脸？辞退你已经是我最大的仁慈。你们要是再不走的话，我都叫保安了。在，不能死，不就是王传峰在背后替你撑腰吗？你还不知道啊？他在国外呢，都会有一些。好，该放胆的是你啊！哎，对，还不知道吧？任晨峰在国外有一个未婚妻。阿虎的，大姐就是你了。原来他已经有未婚妻了，那为什么要骗我？哎，你在家呀？打电话也没接。抱歉，没注意。你怎么了？去公司不顺？还是他们又欺负你？我找他去。不是。那你怎么不开心啊？你有未婚妻？当然没有，听谁说的？邱云清，你跟未婚妻在国外，找死！他把手现在都伸到我这儿来了，是吧？菲菲，不管你信不信，我未婚妻只有一个，那就是你。真的吗？真的吗？我发誓，我的确有一个妹妹，但是她在国外。这个事情说来话长，概括来说就是，她的爷爷救了我的爷爷，然后我爷爷现在当亲孙女，但是我对她毫无感情。那爷爷会赞同我们结婚吗？
我的婚礼我说的算，算了。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，想问就问吧。为什么是我？为什么是你？嗯，总不能说是你要对我负责吧？如果我跟你说我对你是一见钟情，以后你就知道了。喂，这臭小子，既然瞒着我在国内结婚了，哎，你让倩倩怎么办啊？你还当我是你爷爷吗？哼，我明天回国来接我，我看你怎么跟我解释。爷爷，文倩，你们好，我叫沈凌飞。陈峰哥，好久不见。臭小子，刚才倩倩跟你打招呼，你怎么不理她呀？爷爷，我要没记错的话，刚才菲菲给你们打过招呼。哦，怎么着？哦，就因为我没理他，你就跟我置气？爷爷，别生气，陈峰哥肯定不是这个意思。咱们先上车吧，一上午没吃东西，我都饿了。倩倩，你坐前面副驾驶，让这个什么沈凌飞坐后边来。我后面去。陈峰哥，严成峰，今天你还有我这个爷爷吗？我再说一个，沈凌飞是我太太，这个副驾驶是她的专属座位，你们要再敢一意孤行的话，别怪我不客气。你这臭小子，你我如果爷爷有三言两语，我不会说你的。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若我是陈峰哥一声不响的娶了你这么个不清不楚的女人，爷爷会生气吗？第一周已经做爷爷没什么事。另外，我娶谁是我的事，你要是卖高给我，我不低。你要是敢让倩倩，我跟你断绝关系。好就行了吧？啊，爷爷在医院就好好养着，什么时候好了，再给你。严成峰，你真就这么走了？医生说他没什么问题，你不用担心啊。他不过就是想来威胁我娶柳文倩罢了。鉴于今天有人让我太太不开心，我决定带她去痛快痛快。嗯。나의더러날가면하떠오르는그눈동자꿈이라면이제그爷爷，陈峰哥不希望我回国，我看我还是回美国吧。阿姐啊，只要我不同意，这婚姻啊就不作数。今天晚上回去，我记得陈峰有一个日记本，
里边记载了一个女孩子，好像说这辈子非她不娶。我们利用好这件事，让她这件事成不了。可是爷爷，你这不是让我做第三者吗？哎、瞧你说，我们这是想让太小呀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啊，这么说是破坏的。我知道了，爷爷，我现在就回去，肯定不让您失望。哎，好，好了啊。陈峰哥迟早是我，沈云飞，等着瞧吧。陈峰哥，云飞姐，你们回来了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是过来道歉的，云飞姐，对不起，今天在医院不应该那么对你。态度怎么突然变好了？谢谢林飞姐。对了，陈峰哥，爷爷让我回来时，我不知道会不会打扰到你。哼，原来如此。林先生，你觉得会打扰到你吗？林先生，打不打扰的，那就住呗，反正客人都不多。少一定不少。好，那就听妍妍的。走。沈凌飞，你现在就神气吧，我看你还能高兴几时。哇，这也太好吃了吧，让我想到了小时候。陈峰哥，你还记得吗？小时候我最喜欢吃的就是西红柿炒鸡蛋了，那个时候你总会把这道菜让给我。来，菲菲，这个你最爱吃吗？你多吃点啊。至于你爱吃什么吃什么都没关系。林飞姐，喝碗汤吧，这个汤啊可是陈峰哥小时候最喜欢喝的了，超级好喝呢。嗯，尝尝。Thank you.